力巨人、あなたの車を守る。聖パカク、1年間の保証障害サービス。ご覧のスポンサーの提供でお送りしています。大家好，我是科比传奇药师的科比哈。这现在开箱，这是什么？这一次哈、哦、来挑战，这个我真的没做过的。开箱总是比较好玩的，你知道吗？女生在开箱的时候都很兴奋，换个角度想，其实里面的东西你就知道了。像男生就不一样了，明明女朋友把衣服脱掉也是很兴奋，可是明明是人家上面没给你用怎样，你把你叫花艺了，内容度不一样哦。那就你女朋友很多哦。对哈。汽车电动后备箱布品、哦、啊，什么东西啊？这个的不锈钢珠，哎、欸，我今天要来改这个了。哈、啊，电动油压，好大一只哦，两只，嗯，还有脚踢耶，好酷哦。这是感应器吗？对啊，哇塞，不知道要无嘞，哈、啊，你敢这复杂的来？它会拉这个，哎、欸，扣下来，扣，啊，它会拉紧，对，有没有？哇，人家西门的感觉啊！接着让我炸这，这边拉康主机盒一个，是吧？这个比较简单啦、啊，这弄防呆的，擦擦呀，我有去看了一下图片呢、啊，大概就是很简单、啊，就手上去装一装这样而已，就这么简单，零款六的。刚刚修理的惊都不要多做啊，咱卖惊，咱做的就对啊。是哦，我这样子拉一下啊，不，这个是哪来的？有一个自告奋勇的，那让我实验的，对。啊，是哦，客人的车。对啊。那、啊、这个东西也是他买的。他买的啊，对，你这样给人家安装，我看一下，嗯，随便都要18,500到20,000多不等。如果我们今天完成了，我们就赚了快20,000块就对了。好啦，慢，光说不练，走。今天要施工就是来摸摸，挑战要挑战难一点的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这次我们成功了，以后就没有什么困难了。反正就先拆嘛。所以要把这根换掉，换成那个那么粗的。对，换粗的啊，这样就好了，这样就完成了，这么简单而已，不会。啊，加两条电线这样而已啊，应该大家都会了。好，给机器，来去啊。我你看，哎、欸。农民大机的，强做农民了，啊，直接可以用哎、欸，哇，它有哎、欸，有啊，跟你之前讲的一样，男人车上都一定会有工具，可是不一定会拿出来，对，不一定拿出来，哇，超级紧的，哦，怎么样？哇，万事起头难呐、啊。那个投起来就好了啦。啊，这个有分，应该有分左右、哦。它是一个 T 而已。那边也是 T。对啊，所以没差、啊。所以应该是没有左右边。对，它是这样啊，这里是这样，这里是这样。这条啊，替它改掉。所以你要连这个都一起拔掉。对。这东西。对。这个这么好用、哦。对、欸，你怎么拆了？我都没看到。这个啊，这样尿，它是靠这个有没有弹簧？有没有看到？再一次，它这样扣住有没有？嗯、左右扣住。如果你拔下来，我这边这样一字几字，小一字插下去，它就开了有没有？哦、开了就可以出来。先要换这个头。对啊。为什么要换？我很猜啊，应该是长短有差了哦。对，它比较长，让它出来一点。对，因为如果你不够长。应该是扣不住，它扣不住，对，所以这个要换掉。车主交代，他说这个不能放垫片，垫片锁上去之后，它太凸，扣下来会扣掉这个。哎，有，哎呀，是12号啊，没有，刚好，果然是高拐，高拐，真的是13哎，找到了，对啊，就这样。然后你看，你一转，它那个就掉漆了，一定的啊，一定，我们有影片为证啊，这恐怕才换的，因为关电动膜。耶、yeah, ，下来了嘞。那下面的不用换吗？下面不用。好的嘞。我们可能要休息喽。啊。好。就这样哦、喔。对啊，你看。嗯。哇，蛮粗的嘞。已经粗到极限了耶。对啊。它是一个吸心环嘛，扣进去就好了。还换另外一边吗？对啊。收工。好了，这样就好了。那我踢一下，它不会下来。
我跟你讲啊，这里最困难的点就是这里要钻洞，洞这边钻要把它这边进去，入进去，到时候就这样，示意图。哦，现在要拆这个。对啊，因为线要跑里面了。什么鬼？哦，这个掉了。上面这个吗？对，等一下哦，拔个插头。好，等一下就是要钻个洞，电器就会穿这样，哇，从这边跑出来。洞就可以出来了，看主机放哪里，这样就有位置吗？主机蛮大的。对啊，等一下我再看一下吧。这是保险室的位置啊。嗯。哇，接这里，我把你弄好了。哎、欸，它装里面呢、欸。它是装的是，它按的对，它按的是这里。因为怕说，它一直是怕盖下来去压到开关了。哦，那你、那個欸、看，哎、欸，费用21,500到18,500人民币吗？对啊。哇，那你真是赚很多、哦。连在上面而已。好，上吧。我有看了一下哈，那钻孔的地方啊，像这里就不能钻，这里不能钻、嗯，这里有一个座，就加强这个结构。嗯，万一把它钻的吐了三盖都等你啊，所以一定要钻到这里。手动拉拉扛？没有啦，手动。电动。哈哈，他三点惊哦。还好，不是我的车。你这样不能这样啦，就大概这个位置是最宽的、啊。对啊，你要不要做个记号还是什么？把枪枪枪枪枪枪，所以不用再那个了。我以为你的手只能量罩杯而已。对啊，不用怕啊。哦哦哦！哥，哦，这么厉害，很厉害，一下就出来了。换边。我敢找我不敢收钱，下次要收钱的时候，我们就要更谨慎了。哇靠，好厉害哦！这要怎么剪？用磁铁把它吸上来啊！哦，对啊，等一下用磁铁。啊，先要把这个塞进去，然后从这边抓出来。哟、哎，蛮刚好的。好了，你现在先换这个。对啊，来这里。你看我分解图啊，你看这个有线，对吧？这一条拉到这里，主机盒，嗯，好，主机盒这边有写吗？自吸锁，自吸锁。所以它都是防呆的嘛，都跟你写讲好了。好，自吸，这样。所以有些这个线要往上跑哦，到左右你看左右，我操了，等会右右右，它也是防呆的，对啊。哎，警察开箱，黑什么？黑出来啊？灌风诶，就等。哦，等啊，就是爱等你啊，无咧。哦，哎呀，等到一无套，你唔知啊？丢丢丢，哎，数位哇，还个哦，咱买物件无你敢买一项诶，咱就是爱买等下比较。现在充电，哎，用电池无？哇，都充电，就是。这个你看，这才多高低啊？你怎样？我咧插入去，高等啊，管。你咋？啊，挂冷水之后，我都。哈哈哈！脱水。哦，用我这支诶。数位二号，这支款较粗。嘿，这支敢较帅，这支较重咧。不管有效无效，重就敢那较厉害。我来甲动起来。好，我再来这边吼。看到没有？我们的公司的配备又升级了，数码宝贝。力巨人あなたの車を守る聖パカク1年間の保証障害サービスご覧のスポンサーの提供でお送りしています。这我装到哪里啊？哦，这个就要去保险室的，就等了，应该是这边紫色。如果没意外的话，这个应该是拉到前面去了。我刚好稍微研究一下，它应该会拉到最前面去，插在保险室上面。到时候这个直接插下去，它就扣住了。啊，这个它是这样的，它就很简单，就挖一个圆圈锁紧就好了，就这么简单。哦，我找到了，这个是什么？哦，控制电尾门的，对啊，锁的，应该是这样的哈。有不？安尼啊。然后对插，对插，啊，这个就接主机，噔噔噔噔，还有吗？我再看看啊。好，我们先这样，我们先试看看不可以动，有点兴奋哦。你现在就要直接去保险室了？对啊。哦，我先接地，我先接这里就好了。它可以放得进去吗？哎，可以。我这爽就等了嘞，到底要 Q 就过了。哎呀，我们直接把它拉到电池可以吗？不知道，应该
先放着啊，应该可以吧？电子在哪边呢？我先看。我们先不要找分人吃哦。这次也要改电动了吧？啊对啊，那怎么？我发现搞半天，那应该换前面才对。哦，这边是正极嘛，对不对？嗯、亮了啊！亮了、欸，我看好看，哎、欸，真的嘞，有电了。我先按一下哈。呜！哦，好啦，这么简单。下班了，再一次啊！你看啊，到时候这样压，我看按一下就弹回来了嘞。好了，好了，好了。所以你现在只剩收线而已啊。对啊，这样就好了、啊。你现在要干嘛？我等一下把它盖起来了。啊，我先把它调高一点，它不会去夹破我东西。你在外面拍哈，你把那个开关给我，你看哦哈。哎，刚好而已哎，啊这样嘞。这样就会了，大家会了哈。好，那我要断电哦哈。开始装了，他给我的是装在上面，然后这边空间很宽啊。这里，对，它是连在这里，连住就好了。我们就找到哦，个洞。其实我在找不到，我这边就挖一个洞拿出来。好，现在线都抓上了。对，这都这全部都是，这全部都是在里面的。上面的。对，到时候接地我直接接这里就好了。接地要接这个。对啊，有一种啦，如果比较懒惰的，把它剪掉，把它拉过来接这里就好了。就等一下哈，我们这个都要，等一下都要把它固定。对，束带。对，最后要束定。好，我们要决定这个洞啊，到底要怎么挖？因为挖了就固定了啦。嗯。挖了就一个洞，如果错了就不能改。可是这里也会用到，你看它关起来有曾经有压到过的东西。这个东西，这个。对啊，啊怎么办？两难的。好了，我问车主一下了，好不好？我刚确定好了，他说这里挖就对了。哪里比较漂亮？应该你家吧？那先过来吧，阿妹。别惊啊！好了。怎么比铁的还难做？好了，哦，我这锁起来就好了，方便。这边嘛，看一下啊。对对对对，应该最后上去的时候再那个哈，把它插回去。对啊。这都多的了，我们刚才没动上，刚刚忘记试遥控器不了，可不可以哈？等一下哦，我号线要插，哎、欸，还好，你看我多伸出一只手了，来，好，哎、欸，你帮我抠，没手了，你可以抠吗？好好，好了，现在还有一个最比较困难的，这个要去找到那个保险师。好了，我决定了啦，反正那么长没有用了。好了，剪就剪了嘛。啊，你已经剪好了。看你没注意的时候就剪。你不用把它招的。不用啊，那你是这样剪啊。嗨！哦，好，喂，哎呦，哎呦，哇，哎啦，哎，你在关我了，唔知啊咧，你在关我，可以，加油，好了，好了，好了。
から巨人、あなたの車を守る。セーパ格、1年間の保証障害サービス。ご覧のスポンサーの提供でお送りしています。耶、yeah, ，完美！天还没黑之前，我想说今天会弄很暖呢。我今天征服了波波了，挑战成功。其实他有脚踢耶，可是我怎么样电线的图我不晓得怎么装。如果他找到了，有机会再来试啦。因为多三条线而已啊，本来以为很简单，都几条线主机这样插一插就好了啊、嗯，结果没有，它、啊、中间有一个，哎、欸，奇怪，怎么还要需要微调，不然它打不开，就觉得哎、欸，原来还是有技术成分在里面。对啊，哈，我们今天这台波波我们也是挑战成功的。外面安装大概要一两万块，随便的。那你今天就赚了两万了。没关系啦，我们是有行价赚了一万就好了。是因为一开始他要我装，我想说会不会还不知道，就我们还是成功的。对啊，记得好帮我订阅、分享、开启铃铛。好，会员频道要订起来哈，记得拜拜。再来去看一下，挑战成功了。哇，我也是高差啊嘛，哦，可以啊，我嘛只爱 keep 影片高差。